我的人生不可闲了呀。你，李可乐，你帮我找到孙子，我给你完成。是完成娴静就更好了。庄富贵就是真孙子。经得起 DNA 检测的人。大哥，出事了，不能干啥呢？你要是干做坏事，我就一定抓得到你。返还500万奖金和双倍返还40万定金，最后5万，我也马上到法院起诉。你们不能赶尽杀绝啊！我也是受骗者呀。我们是办案人员，你是涉案人员。我有两个请求，以后就不要再抓我了。就在这儿能找到你。这是一起典型的民事经济纠纷。看到了吗？看过眼了吗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。这位先生给我们捐了30万。先生几号？